吃口屁他都要守一口，看着他可怜巴巴的，都给他吃了算了，后面这个也给点，拿来吧你。吃完了去冲下牙，牙缝的残渣牙刷是刷不到，这一冲就出来了，冲掉可惜了。你牙签还吸的水油，冲得干净还不伤牙，无当模式敏感牙也能用，多种喷嘴适应不同需求。